手座已经上了。对对，真的超级好。你们有没有买过我们贝母的？你们觉得你们吃了怎么样？效果怎么样？可以来一波真真实实的评价，知道吧？我们这个贝母真的大山里面纯天然的贝母，就是打粉是最好的。对你平时就是哈欠，对不对？那个蓝心姐姐说她打的粉三天就好了，三天就好了。这个是真的超级的牛，超级的好。如果哥哥姐说嘛不好的话，小苗和阿米也不会卖给你们。对的，对。谁买谁知道的好，真的超级好。说实话，小孩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这样跟你们讲，叔叔阿姨们，还有最后的八单，只有八单了，只有八单了，我的个妈呀，只有八单了，叔叔阿姨们，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，一定要买，一定要速度要快，赶快就抢，买了很好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对，哎，特别是干吃效果特别好，对，你们干嚼啊，或者是泡水喝，像我这样泡水喝也可以的，你看很多人都说吃了效果很好，对吧？对，很多人都说有些东西说实在的不好。咱们也，对的，这个东西是你编不出来的，对吧？口碑，人家怎么金杯银杯不如你们的口碑？你手上戴着干嘛？方方是想给它去掉，太吵了。直播间的还有最后的四单，我的个妈呀！看这手速太快了吧！还有四单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还有四单。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喜欢抽这个的？对，抽小或者有没有配？有没有的？有经常配有的话，大家打个有。有的话大家打个有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。是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个，总是觉得这里面感觉就是有小痰痰的哈，还有特别是爷爷奶奶就总是的一定要给他吃这个，知道吧？有些还就是晚上那个哈欠或者是那啥，然后睡不着觉，知道吧？对对对对，一定要买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东西是必备的，家家户户都必备的东西，每家每户必备的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平时你们没有事没事可就是没有事没事备点这个，吃点这个贝母，家里一定要常备这个东西，对，常备，对的，每家每户必备的东西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还有最后两单了，还有两单，我的个妈呀，哥哥姐叔叔，你们这速度太快了，一定要买200克的，一定要买200克的，说实话，阿米他不愿意涨价，我心里是。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哎，该怎么说呢？羊肚菌稍微等一会好吧，等贝母卖完我就给你们上羊肚菌，一定给你们上，好不好？羊肚菌特别的好，超级的好，好长时间都没那个了。对，好久没卖了这个。大家赶快去抢，拼手速，拼手速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还有最后的两单，谁拍到就谁的了。还有两单是刷一门，你们直接干嚼就行了。干嚼，对，干嚼就可以了。可以，干嚼就可以了。保存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面，都是可以的，知道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一定要买200克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你说没给到了三米的，对不起，你先把锅米。对。一定要赶快去拼手速，拼手速，赶快去抢，赶快去抢。每家每户都是必备的东西。对。有那个小痰痰的，特别是这里面就是总是觉得这里面不舒服，有小痰痰的一定要吃这个，知道吧？一定要吃。还有直播间里面叔叔哥哥那些抽小烟烟的也吃这个贝母，就是你们平时没事吃点这个，对我们小狒狒好，知道吗？对，经常抽这个的，然后你们泡水泡茶呢，像阿米一直在喝，你看像阿米这样，你看像阿米这样泡水就可以了。对。就可以了，超级超级的好，赶快去抢！还有最后一单了，还有一单，阿米就剩最后一单了，谁拍到就谁的，只有最后一单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对，只有最后一单了，只有最后一单了，我的妈，这手速他抢的太快了，就只有最后一单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水喝完了，贝母就直接扔了吧，直接扔了，不需要嚼都可以，不需要嚼都行，对对对对，以后小苗。以后你自己定价，别听阿米的。唉，怎么说呢？说实在的，因为他们两个真的太实在了。说实话，真的太实在了。我也，他是对咱们的小狒狒比较好。对，只有最后一单了，谁拍到就是谁的了哈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对，特别是冬天必备的贝母。确实最近天气很冷嘛，然后贝底这个贝母挺好的， 对， 对，特别好的，是的，然后这个东西你看为什么天气一冷它就涨价，知道吗？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因为它是
天气一冷，经常阿气的人就会越来越多，对，的人越来越多，对，这个东西它是专治那个东西的，对，特别是前几年有口罩问题的时候，它价格一度都炒到10000多。说实话，阿米，那个时候我们九国好不容易900收来的，你我们卖个1000是没问题的，你知道吧？结果你非要900，唉，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，我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？说实在，只有最后一单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谁抢到是谁的了？你们就只有最后一单了，直接干嚼就行了，可以知道吧，叔叔阿姨们？只有最后一单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这个东西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好。对，但咱们直播间叔叔阿姨有没有买过的？有买过的大家打个有，可以给我们的贝母来一波最真实的反馈。对，谢谢你们，咱们要最真实的啊，要最真实的，好就是好。不好就是不好，咱们也是能够接受的，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东西它就是好。对，它就是好。这么多买过的吗，叔叔阿姨们？回购的特别多。只有最后一单了。对，你只有最后一单了。有非常好是吧？我买过2次。对，确实这个贝母真的是个好东西，回购的特别多。对，已经没有了，阿米。而且我们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。叔叔阿姨，价格实惠，品质又好，和直播间的一模一样。这个你们放100个心，知道吧？对，可以。我们不可能用这个在直播间，然后发其他的货，知道吧？我们是自己收自己卖的。已经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有了，一单都没了。我的天哪，好快呀！你们怎么吃着吧？你们大人的话就是嚼个4到5颗，没有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，小孩子的话吃2到3颗就可以了。有超级好，你们再看这公屏，回购3次了，非常好。你看，你看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的天哪，回购的这么多。你看，这说实在的，这品质，哥姐叔叔阿姨，小苗不需要多说了吧？对，是不是超级超级的好？对吧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好的东西不需要多说，懂的人自然都懂，对，不需要啰嗦的。对。干嚼的话特别好，效果。我一渴我就吃贝母。对，超级的好。我今天晚上买了3单，超级的便宜。你看，你看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家贝母应该很多人都买了，都买了，诚信经营，你们放心，我们的贝母这卖了这么多，口碑不需要多说的，对，对不对，哥姐叔叔们？知道我们家好的，大家都知道，不需要多说的。一共我们也卖了很多了嘛，3粒是吧？ 对， 对，你嚼个3粒或者4粒都是可以的，知道吧？超级的好，抱一下。来，我拿手，不是你干嘛？阿牛在呢，抱一下不太合适。还拿羊肚菌，别急，稍微等一下，等这个卖完就给你们上羊肚菌，好不好？对，卖完卖肚子里面的贝母卖完就立马就给你们上羊肚菌。啊不，我回购了3次，清什么痰。效果特别好，超级的好。你们看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不是小苗说的吧？是不是超级的好？没抢到，没抢到的，有没抢到的扣个1，我看有多少人没抢到，没抢到的扣个1，没抢到的叔叔阿姨哥姐姐扣个1，直接干嚼就可以了，直接干嚼就有了，就可以了。是的，能吃吗？这个就是吃的，吃到肚子里面去的，就是干嚼的，就是干嚼。哇塞，大面只能踢3、4单，4单。只有4个人没付款呢，那这，但是我们直接，人家还打算付款呢，我直接给踢了，这样也挺不好哈。是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踢不踢，我听你们的吧，我听你们的。可以炖鸽子吗？你可以的呀，但是这个建议你们，就是冰，就是、打成粉更容易吸收。对，或者是蒸那个雪梨，知道吧？贝母蒸雪梨，冬天吃，然后你们平时没有那个哈啾也是可以吃的，知道吧？踢了，只有4单啊！他可以踢了，什么什么只有4单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已经踢了，只有4单。真的，你们贝母太好了，价格便宜，确实。我们卖多少？哇塞，放气球了！谢谢。我们卖多少？我们卖的是188，100克，别人卖200多、300多、400多，这个东西你们拿你们拿，哎呦。对那个什么什么姐姐有用吗？有。小苗费上面就有一个7×9的一个节，什么什么什么节，有，并且还超级的好，真的有，确实，因为我到医院去检查了，真的变得小了，知道吧？羊肚菌别着急，马上就给你们上啊，哥姐叔叔已经踢了，大家赶快去抢，一共就踢了4单，只有4单哦，叔叔阿姨们，是的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赶快去抢，赶快去抢，
你们最便宜，确实，我们这个儿童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打成粉，然后冲蜂蜜水给他喝，知道吧？对。或者是你拿来蒸雪梨给小孩吃，给他一周蒸个两次，真的对小孩啊，或者是老人都是很好的。是的，是的，超级不是好，是非常的好，知道吗？哥姐、叔阿姨们，真的太好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东西，我说实话，阿米，你定我们就是卖1000、1200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买，他们买到都是合适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干那样的事儿。但是你知道这个贝母，不要刷礼物，谢谢。不要刷礼物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贝母，说实在的，别人卖多少钱？嗯。拿到大城市，他们价格更高的离谱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啊。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你什么。就是你们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你们。还好还好，杀了杀了，还好。哎呦，我吓死了！怎么储存？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。还有最后两单。对，还有我的个妈呀！叔叔阿姨哥，最后两单。是的。家家户户必备的，咱们家里有没有老人的？对。有没有小孩的？一定要买。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，来，往这边来点。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，知道吧？更是一定要买，你说，是的，特别是最近那个甲什么什么，那个什么什么瘤，知道吧？越来越多，做个预防特别好，对，可以吃点这个贝母，直接给你们小孩，就拿，不管你们家小孩或者成大人有没有得甲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瘤，都去吃，都是可以吃的，都去吃个几颗，比方说一天可以吃个两颗，作为预什么什么防，对，知道吧？超级的好，对我这个你小狒狒比较好，知道吧？真的真的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谁拍谁知道，咱们卖了这么多，说实话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有口皆碑，知道的都知道。是的哦，还有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不知道，就是直播间里面爷爷奶奶就是爬个楼梯啊，然后运动一下，然后就气喘吁吁的，有没有？有的话你们就吃这个贝母，对我们这个小狒狒比较好，知道吧？超级的好，嗯，真的超级的好。还有最后一单了，我的个妈呀！还有最后一单，就剩最后一单了，你看。好快！我你一单个，你单不扔个吃不完，你继续。只有最后一单了。只有最后一单。这个贝母，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，这个贝母在古代的时候哈，实话实说，只有皇亲国戚他们。它是论克卖的。才吃得起，它是像黄金一样论克卖的，就是他们，你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到你们本地的中药房里面，你说你们家有没有那个贝母，我要买点，不要刷礼物，我要买贝母。说实在的，它像黄金一样论克卖的，他会跟你说，不，现在基本上不会低于10块钱一克，你想想哥姐价格贵不贵？对，小孩那个可以吃的，知道吧？叔叔阿姨们就吃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你吃的，你给他吃个2到3次就可以了。你一次给他吃2到3颗，然后你吃给他吃个几天就可以了。特别是最近小孩去就是上学啊，然后一定要买200克的，买200克的，买200克的。怎么非要让我跟阿米抱一下吗？你们都这么想让我跟他抱吗？难道就因为阿米今天有点难过吗？我今天哭了吗？我没哭，是不是？我没哭，可以放冰箱。哥姐说阿米今天阿米有没有哭？没有。你看药店是按克卖的，你们看是论克卖的，你们看公平。你看，说实话，阿米，对，你知道药店，咱们不说10块钱一克了，咱们就说6块钱一克。对。你知道这些东西，我们卖的100克，我们卖188，如果他们要在本地的药房里面要多少钱吗？不知道。600块钱。100块钱，那个我们180到药店，他们要卖600块钱，但是6块钱一颗不可能买得到的，基本上都是10块钱左右，要1000块钱，这么贵。我你这个东西它从古至今都是超级的珍贵，你要想买便宜的那都是垃圾货，那想买便宜的也很简单，我给你看一下，阿米，确确实实真的，我给你看一下便宜的啊。我可没哭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不要乱说。来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来，58块钱，看啊，你看，又白又胖，是不是？像这种不要钱，不要钱都不要吃，因为它是漂白，它是熏流的，你吃了对你的身体一毛钱好处都没有。对，像我这样直接干嚼，直接干嚼就行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哭了好多是吧？你看他们都说你哭了，还有只有最后一单了，谁拍到就没有了哈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我们等一下就给大家上羊乳菌，很多人都在等着上羊乳菌呢。确实，羊乳菌断货断了太久了。最后一单谁拍到就谁的了啊！就我要喝口水。干嚼好吃，你们不要乱说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
知道吧？哥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这个可以，你看，这个就是贝母泡的水，直接就可以喝了。对。我买了是吧？喝了过之后，你会觉得你的喉咙特别的通透，对，舒服，特别的清爽，特别的爽。对，你们总是觉得这里面喉咙里面有小痰痰、或者是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很难受嘛，因为那个哈啾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吃的这个贝母确确实实真的很好，知道吧？你们这个也可以，就是贝母也可以超级的好，买来然后送亲戚朋友都是可以。已经没了、已经没了，好吧？好像没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一单都没了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一单都没了，没抢到的就不好意思了，没抢到的不好意思喽。我记笔放不了，没有。没抢到的就不好意思了哈。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都在，大家都在等着我们家的羊肚菌拿米。对对，你不是心里收到羊肚菌了吗、嗯？我跟你们讲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们这个羊肚菌已经半年没有收到了，我的天哪！中间对中间不是我们不想卖，知道吧？也有，但是半年了，对，但是有些羊肚菌不好，我们不可能把那些不好的收来然后卖给你们，知道吧？我们要品质，因为我们对品质要求太高了，知道吧？品质不好我们不会收的。对，哥姐叔大姨们，是不是一打开就闻到特别浓郁的香味？对，这个很好吃的，确实真的羊肚菌太香了，一打开。断货断了多久了？差不多已经四个多月了吧。哥哥姐说啊，是不是应该有四个月了吧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真的是有四个月了。对，差不多了。断货断了四个月的货，真的断货断了四个月的。哥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羊肚菌为什么小苗一直都没有卖，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品质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对品质的要求太高了。对吧？有些家庭他是有的，但是我们一看东西不行，我们直接就不收了。这次好不容易收到一批，太好了，这个品质。对，就是大家收到过之后，你们吃到嘴里就是特别的香，不管是炖汤还是直接做红烧，或者说蒸蛋什么都可以。对，你看阿米，咱们只要一卖羊肚菌，人气往上上了。对，现在已经12000了。我的个妈呀，我买过，这么神奇的吗？你看我这个叔叔还是姐，他说他买过我们的这个羊肚菌。有没有买过我们家羊肚菌的？有没有买过？有的大家打个有，有的大家打个有，要不他们怎么都让咱俩抱一下呢？什么抱一下？叔叔，其实阿敏你今天都哭了，我觉得我抱一下你是应该的。我没有哭，谁哭了？嗯，我可没有哭。我觉得抱一下是对的，你看这么多都有，我们家的羊肚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，叔叔阿姨们？是不是超级的好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？我的妈呀，真的太好了！这样吧，我觉得这么多人都想要一下吧。他们说先报一下，乱说。关键阿牛在这，我有阿牛在这，我有点害羞呀，主要是。那我先暂时离开一下，再不是你不用离开，知道吧？我的天哪，我正好想上厕所了。啊，这么巧吗？对，你别闹了，怎么可能这么巧？我先去一下厕所啊。阿米啊，阿米啊，阿米啊！不是你干嘛，阿米啊？啊。这个羊肚菌我跟你说一下哈。嗯。我跟你说一下。嗯。你看看咱们卖多少？我希望这次你要加点钱了。我是900收的。900。嗯。嗯，这个。900收的，那这个羊肚菌我们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咱俩先报一下吧。行，你先别报了，好不好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？你们不要打了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那是900收的，这个羊肚菌，说实话，正常，这个东西大家都懂的，就没有低于1500的，特别是我们这个品质。确实，今天收的这个羊肚菌真的太好了。对，而且我们也好久没收到。你看，就是你超级的香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嗯。阿米啊，咱们900收的，哥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他们也都这么多人都想要。你。900便宜不便宜？我问问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
便不便宜？900是不是？觉得便宜的咱们打上两个字便宜。说实在的，这个是晒的超级超级的干，酒一斤有超级超级的多。那这个羊肚鸡确实我们已经也好久没有收到了。你说加多少？加多少？嗯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加了吧。你现在瞎扯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已经三四个月也没有卖了嘛，然后叔叔阿姨们也特别想要这个羊肚鸡嘛，我们就让他们加点那个运费，然后我们一单这个4块钱就可以了。就算是只有这个了，我想可以吧。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想问一下咱们家的羊肚鸡好不好，是不是天花板？觉得好的咱们在公屏上面给我打上一个字好。我们家的羊肚鸡就是好，就是好，就是好，已经断货断了几个月了，知道吧？对，确确实实真的已经吃过的，说实话真的太好吃了。说实话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是记住羊肚菌它本身就是菌子的天花板，而我们是羊肚菌当中的天花板，你懂吗？900一斤，说实在的不是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说实话，你知道这个东西他们就是卖1500他们都买不到我们这个品质，你懂吗？我知道，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半年，他们2000都买不到这个品质，你懂不懂？正是因为我们半年没有卖了，然后是吧，就怎么说呢，就当是回馈叔叔阿姨哥姐姐们了，真的。我这样吧，想要的咱们在公屏上面给我扣个1，我看有多少人想要，反正货也很少，我就不你收的不你收的也 不想要的给我扣个1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定价，但是这个东西钱不是我用，你说我定价你不是的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这个羊肚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已经半年没有天花板，对，记住这个羊肚菌就是天花板，它就是天花板，知道吗？哥哥姐叔叔真的超级的好吃，对你身体，你吃了对你身体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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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好。是的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小明哥，现在不是快到春节了吗？然后我们这个姐妹不是半年没有卖了吗？我想让就是价格优惠一点，让叔叔阿姨们都去拍，都去抢一下，然后就是过年的时候煲个汤啊什么的，放点这个羊肚鸡特别香的，对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？煲汤、红烧，然后蒸鸡蛋，就是切成碎丁，炖蒸鸡蛋，其实也可以这样吃的。对，你们可以把它泡完之后，它里面可以塞肉，塞肉，然后蒸着吃，特别好吃的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说了，今天就像你说的一样，真的好久没有卖了，好吧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但是小苗今天阿米我同意900，但是只在今天。行不行？可以，下次至少加了1000。你放心，我下次一定涨价。至少加了1000，行不行？能不能答应我？嗯，你这个羊肚鸡确实真的挺好。好吧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我现在就给你们上，好不好？我也提着900，我太香了，900，这里的味道真的太香了。那行吧，阿米就900，900，咱们这样50克50克给大家上，好不好？对，50克，因为这个是菌子中的天花板，确实太好吃了，给你们看，知道吧？叔叔阿姨们，特别有营养的，菌子中的天花板，50克是90块钱，900收的嘛，50克是90，对，那就九加8块钱嘛，98嘛，对不对？98块钱，然后。再做个100克，100克就是180，180加八，同样加8块钱，好不好？那我就直接给大家上了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想要。对，你们想要的叔叔阿姨们，把想要两个字打出来。好，大家拼好手速，好不好？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太香了，抢得到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，太少了，真的太少了。就我直接提包包个滚，滚滚溜溜，紧张跟我们说，现在就买个菜，真的直接给大家上了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我的个妈，你这，哎呦，阿米，你这就是瞎搞，5、4、3、2、1，已经上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哎，等一下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看对不对，我看看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。太香了，我坐在这里都味道都扑到我的鼻子里面。对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过年的时候过春节，别急，对，拿我正在找链接呢。羊肚鸡煲汤，
或者是就是炒菜，把它就是把它切碎，然后合起在一起搅拌搅拌蒸着吃，给小孩吃、老人吃都特别有营养的，对，超级的好。上次这样吃过的，剁碎然后用饺子包着也特别好吃，对，也可以包饺子。我怎么找不到链接了？营养价值也特别高，那个不是吗？我看一下。对。这种羊肚鸡真的太好吃了，已经上了，已经上了，这走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赶快去抢，赶快去抢，上了，五四三二一，已经上了，太低了，哥姐说咱们觉得便宜的，在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便宜，哎，真的太便宜了，我也提到了，我赶紧去抢，是刷一份，阿敏，你个，哎。赶紧去拍，真的，你们手速快的是刷一们拍100克、200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，知道吧？这个很干，而且真的特别的香，知道吧？赶快就抢，一定要买100克的。对，买100克。一定要买100克的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。是的，不然一定要买100克的，不然根本就不够吃。对对，这个从一直都是菌子中的天花板，是的，超级超级珍贵的东西。你要说吃菌子。你要说没不吃羊肚菌呢，你又得菌子没吃，知道吗？哥姐说一定要买100克的，100克的，一定要去多买几袋。咱们家里条件好的就多买一点，家里条件不好的，可以拍咱们可以买个50克的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真的有点太贵重了。实话实说啊，实话实说，它对咱们的身体，你吃了过之后，对你的身体你能够感觉得到的变化，对，真的，所以说它真的太好了，对。不仅好吃，营养价值，赶快就拍，确实，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的，叔叔阿姨们，相信你们质量，你们放心，叔叔阿姨们，对，你们相信我们，我们肯定会还你们十分诚信的，对，给你们看，真的特别的香，这不是一般的羊肚菌，它是大山里面的，知道吧？它不是一般的羊肚菌，它是阿米手上捧的羊肚菌。不是我的意思是它是大山里面的，然后自然晒干，知道吧？对，超级的干。对，不像是那种用机器烘干，然后它会把里面这些香味啊什么的，原本的那些营养价值都弄没了，知道吧？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保留了那个原来的香味，因为它是自然晒干的，没有科技与狠活，叔叔阿姨们。对，这个你们放100个心，知道吗？对，手速快的叔叔阿姨们，真的啊！还有最后的4单，我的个妈呀，哥姐说你们这速度太快了吧！对，我的贴这么快的吗？好久没卖了，我们都对这个速度太快了吧！我的个妈，好多都是买100克的，基本上都是买100克的，他们100克的根本就不够，50块的根本就不够。我们100克的还是同样加8块钱，知道吧？羊肚菌买了2次了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你们买过我们羊肚菌的，你们觉得这个羊肚菌好不好吃？你们好吃的打2个字好吃，让新寄来的叔叔阿姨们看一下，对，怎么吃这个羊肚菌的话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全部都是买一百克的，是的，买100。我的个妈，你们这速度太快了吧！真的，赶快去拍，赶快去拍，马上没了。对，你看。这个叔说的是，你看质量杠杠的，谢谢你们收到货之后不要泡时间太久，泡20分钟就行了，对，15到20分钟就行了，超级超级的好吃啊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10到15分钟或者是10到20分钟煲汤，然后其实你们给小孩，就是特别是1-2岁或者是3岁的小孩吃，你泡个2到3颗，然后泡上了之后，阿米，最后2单。最后2单，赶快去抢，一定要买100克的，买个200克、300克，家里条件好的买个，有没有买1斤的？没有，有没有买5份的？5份100克的有没有？确实，有的人打个有，多买。哥姐叔叔们，你们吃了真的馋，谢谢。对，哥姐叔叔们，这个羊肚菌，实话实说，除了贵没啥不好，但是你要说贵吧，你要说贵吧，说实在的，也要看看跟谁比。如果跟别的商家卖比来说，我们是便宜的，对，我们绝对是超级的便宜的，知道吗？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赶快去抢！对，还有，我的个妈呀！还有最后一单拉面，最后一单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你们煲汤就是煲汤啊，或者是蒸着吃，能放多久？这个你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，都可以放个1年，都是没有任何问题，知道吧？还有最后一单拉面，对，还有最后一单，叔叔阿姨们，我回购了，特别好吃，你看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因为我们这个断货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知道为什么断货断那么久吗？就是因为收不到货，是的，是的。还有小苗对品质的要求太高了，是吧？不然的话，你想想，怎么可能收不到？对吧？ 是吧？你想想羊肚菌，你要说收不到，我说实话，你们也都不会相信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几个月没有卖？就是因为我们对品质的要求太高了。是的，几个月没有卖，
怎么说呢，中间是有这个羊肚菊，知道吧，但是它那个品质不好，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收，知道吗，叔叔阿姨们，肉汤放这个很好吃，真会吃，其实给小宝宝吃，你们把它剁成小碎块，然后加点那个鸡蛋一起蒸着吃，给小孩吃也是特别有营养的，知道吧，而且我们这个羊肚菊是大山里面的，特别有营养价值，知道吗，它没有那种用机器就在最后一单了，没了，只有最后一单了，你们泡个20分钟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，泡个20几分钟就可以了，然后给老人吃，小孩吃，炖鸡的时候放个，这个确实很珍贵，知道吧，你放个5-6朵，然后煲汤，煲出来的汤特别的鲜，知道吧，这个东西特别好喝的，真的它就是太珍贵了，说实话，你们喜欢吃菌子的哈，这个你记住，就是菌子天花板，家里你们平时喜欢炖汤的，知道吧，炖汤，炖鸽子，炖鸡，放一点这个，它能让你的汤更鲜，可能让营养更丰富，知道了吧，哥姐，叔叔阿姨们，是的，太好了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天花板，记住，真的就是天花板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抱抱小苗，嗯，抱他干嘛，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买你家好多货了，因为这个羊肚菌哈，咱们有没有免什么什么力不高的，有没有，经常只要天气稍微一变，稍微有一点点冷，就只容易啊去有没有体什么弱的，就吃这个，超级的好，很有营养价值，没抢到，没抢，再上几单，你们没抢到吗，叔叔阿姨，我的妈呀，没有啦，但是有，确实是有几个没付款的，有没抢到的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没抢到，对，你们没抢到这个羊肚菊的，叔叔阿姨，因为我们这个货真的太少了，但是有只有4个人没付款，4个这不行的话，那就我给踢一下，对，不行那你踢一下吧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没抢到的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，没抢到的叔叔阿姨们扣一，把一扣起来，确实你们过年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羊肚菊，知道吗，煲汤啊，都是煲出来的汤，那个汤特别的鲜，知道吧，而且也很好吃，你们也可以把它泡，然后往汤，已经踢了，对，已经踢了，是刷一个，姐姐们贝母没有了，已经踢了羊肚菊，有4单，你们刚刚扣一的是刷一个，姐姐们去抢，我建议你们去拍100克、200克的，知道吗，100-200克的，你们就是可以把它泡软之后，往这里面塞点那个，把肉切成小碎块，然后往里面塞之后，把它蒸的熟了，蘸点那个料吃，特别香。泡过之后切成碎，非常碎的丁，跟蒸鸡蛋，对，蒸鸡蛋，对，你们家的小孩抢着吃，对，确确实实真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已经上了哟，已经给你们上了，叔叔阿姨们，你看。只有几单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反正我觉得这个羊肚菊是真的特别的香，知道吧？而且也很有营养。你放心，你们都这么信任我，知道吗？我不可能让你们失望的。还有最后2单没？还有2单。一共你提了几单？还有两单，叔叔阿姨们，还有2单，抢到了，抢到了就好。表弟搁外面，我不知道走了没有，应该是走了，要不然没有动静了。别打抱抱了，叔叔阿姨们，这，阿米主动点一次过好，太不行了，你别说，知道吧？笑啥？还有2单，叔叔阿姨们，是大山里面的，是大山里面的，知道吧？抢到了就好。这个羊肚菌，说实话，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真的太好了，一定要买100克的，一定要买100克的，还有最后一单。还有1单，只有最后1单了，谁拍到就谁的了哈。对，3到4天就可以到货了，知道吧？对，3到4天就能到货。3到4天，对。你们家小孩挑食的，就给他吃这个，对，这个很香的。对，这簸箕里面不知道有多少。真的好，对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真的好。你看，很多人买过都知道，很多人在买过我们家羊肚菌都是知道的，这个真的品质真的是太好了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断货断了多久？断了几个月的东西，真的。表弟可以拍一个，这个很珍贵的，才不给表弟吃呢。
还有最后一单，谁拍到就是谁的了，只有最后一单了，就没了啊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昨天拍的像发货了的，已经发了，把表弟卖了，又开始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还以为走了，他又开始了。不是，我刚刚以为他走了，我就说了。什么有钱？我们，我不想跟他说话，知道吧？是啥意思？谢谢张姐，谢谢张姐，你别敲门了，你真的是烦死了，什么人嘛？给我钱我就不敲了。给你钱，我为什么要给你钱？你搞笑的吧你？阿米，嗯，不行的话我拿你钱给他吧。你别给，真的，好不好？钱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不行，对啊，我就给他点。你以为我们的钱好挣吗？我们为什么要给他钱呢？对，不能给，知道吧？羊肚菌怎么吃？煲汤或者是蒸鸡蛋都是可以的。你别打扰我们，烦死了。哥姐，叔叔阿姨们，不行就再给他点钱嘛，好不好？不能给，钱又不是天下掉下来的，真的。别理他，对，别理他，真的。让他进来坐。你别喊我表姐，我不是你表姐，真的是不给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给他钱。哎，你们说怎么办，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要不要给？来，给你钱了。来，进来。给我钱，先给我钱就行。什么人嘛，真的是叔叔阿姨哥姐。不是，我可以给你钱，你给我给你，你不是说要回家吗？你要不要回家？要。你回这个得了你？你是不可能回家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事儿。对，是。他婆卡，他有点特别香，这个羊肚菌特别香，死了。对天发誓。你看他那个语气呢，对天发誓，你得了吧，你表弟你。你还有羊肚菌还有最后一单了，那就赶快看了。对，羊肚菌还有最后一单是刷一个姐姐们。咱们下次再能收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好像确实。我们这个。我们断货断了太久了嘛，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得到。确实。这个羊肚菌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已经半年没有收了，还有最后一两单，你们自己去抢好不好？对，我们啊，烦死了，真的，你别打扰到我们，是大山里面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对，是大山里面的这个羊肚菌特别香的，对，特别香，我坐在这里都忍不住的一直问他，你别给了，真的是小玫瑰，你不能给他钱，对，好不好？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要不要给？我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呢，只有最后一单喽、哎、不知道最后一单是谁的、啊、跟我走啊，我跟你走什么走，天天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天天跟着他们收货，收了什么货了？钱也没赚到，货也没收到，什么钱没挣到，我们今天都收到一些货了，你别没有了，羊肚菌一单都没了，装起来吧阿牛，没有了，一单都没有了，装起来吧，没有了，没抢到的不好意思了，哥哥叔叔阿姨们，没抢到的不好意思了。来，你过来，我要不这样吧，哥姐叔叔，我把他叫进来，咱们跟他聊聊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现在把他拉进来，让他见。